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明志的惹出的争议哦。他后来因为这首歌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其实是被马来西亚政府给约谈的，因为他其实就是马来西亚政府认为他在一定的程度上侮辱了马来西亚的国歌跟马来西亚的形象。我们来看看他究竟唱了些什么，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后来他是接受律师的建议，公开向那个马来西亚抱歉哦，这件事情作为了结，要不然他其实是要吃上官司。人家都已经跑去了台湾。
读中生毕业了，要去某个大学西北南。其实这件事情我们都不需要阻拦，真的其实是这便宜的一大堆计划，还要我们到处跑，中国自己找西瓜，然后学习东西回来帮忙国家。这个计划真的是好到没有话讲，为了帮忙那些人拼大，好像荷兰一样洗手刷。那里面其实还是亚好官方，美华的官话，你通通拿出来宣传。读中生政府根本不想管。像我一样的话，毕业去到台湾，捡的东西就是武器，放到国家。我站在台湾里面拿出一大箱，我管嘴巴还是一样差。那另外还有第二个哈，我刚刚的标题还记得吗？我下的是众生喧哗，我们来看看怎么样的众生喧哗。大家这个没有图片哈，要看一下字幕，要不然听不懂。我是海南人啦，也讲南疆话啦，你莫想讲海南话，以后只会乱听听。人讲你是了吃，吃了也不消化。这条歌我想叫我双面的不如家，这条歌我想叫我双面的不如家。我话 KL 嘅朋友，你哋唔好听，而家我讲嘅话都系真心一片。我学咗广东话，唔好以为我系认输，我只系为咗沟通，我哋唔系白痴。系把嘅 Chinese， 多数都系福建话，呢但系好奇怪，点解俾啲广东话话事？呢啲莫名其妙嘅事，我唔捻想系知，但系 radio 电视台点解唔讲华语？华人有好多种，都唔系香港，乜嘢都系广东，不知不觉尊重，我慢慢去学习，呢个叫做方法。慢慢去適應，因為我有分數。如果你真係聽唔落去，我唔緊要，送句潮州話俾你啦。好过发展独立思想，你们太过惊西，又太过惊输。小孩子从小到大都有政府挂着路，过来门笑完还以为这里无路。哎呀，就算我们技术上不是大天平上不是，你们走大路不敢走小路，也是一个蚯蚓杠，得来我们国家富。根本就不懂过马路，这里斑马线很少，可是我们懂怎样应付。我干嘛又不打输干人家？是我把手不打，你都麻将撒开。好满意啦，不打的别来不干。把我家庭打成废，不打的我就输干。不让上次 holiday， 打的打的打不把人惊讶。家庭干都拉低啦，不干不干就罢啦。能干啦，一不干啥都帮啥啥家，鸡蛋打地。哎呀，这干嘛的啦？那你再干不多哈，把狗给三个吃他们。二
2020是我们国家宏愿计划，说四年就要达成的，对，所以现在马币狂贬。所以我要说的是，大家，对，这没关系，这还有下一张，我再继续播。所以大家可以发现，为什么黄明志他是一个非常受争议性的人物了吗？说他太讲真话了，收摊，迟到嘛，对不对？迟到要惩罚。我们来听一听宽容笑歌吧。你不播背景音乐哦？要啊要啊要啊！我按一下，它就会有超连结，你载我。我设定好好。你设定可是那个什么，它还是背你背后哦。因为有歌词不是吗？这个是因为你这个没有音乐的哦，你要唱的哦。大家仔细听它旋律。花纹无关呀，懂教化王方通。等一下，你还没有，你没有播那歌词哦。这里没有，这里没有。对对对对对，重播呀，重播呀。可是大家已经听出旋律了吗？我家没听。它是什么旋律？没错。对对对。哎，这怎么按呢？现在没有出来。然后把这个后，也要把后面那个先关掉。忘记我会唱成什么样。对，这个要先退出去，然后你再播。开始吧，就是让他从头唱的。对，从头唱。所以大家是不是都会唱？对，而且我们唱校歌以前有个这样子，就是有个老师我还蛮喜欢他，就是我们音乐老师，他就一背我，他一背起，然后你看快点播了，我等下唱一背起，然后开始播。哪里震动了？中华文武官呀，懂教化万方通，有教无雷梦与空，造型清先松，上为绿从师友，爱我宽容无语中，愿同学勤俭政治服务社会要效仿。哎，今天要破音一下子，大家还有那种 feeling 这样子。对，我要唱到破。大家可以接受他的歉意吗？迟到的歉意，这样可以接受吗？哈，可以哈，他很卖力。所以我刚刚说我们都会唱，是因为他的旋律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我家门前有小河》，所以大家应该都会唱。还没气再次没有了。好，最后啊，还有最后一张，让我把它播完。研究生有研究生礼貌运动，马来西亚也有马来西亚礼貌运动，我们来看一看。在马来西亚哈，你如果遇到马来西亚的，请你不要跟他们说，你是马来人，你马来人，你马来人，为什么跑来？他们很不开心，所以我们不能说对 Chinese 说 You are Malay， 所以 Malay 是专指马来人。对，你不能说 You are Malay。对，你可以称呼他们为马来西亚华裔，好，或者是你干脆就是马来西亚的，这样就好。No Malay， No Malay， Chinese。但看到门类还是门类的，对对对，我是说，对，如果看到那个门类就是门类哦，但我说的是，就像我们那个在会场上出现的那三位华裔同学，不管他是不是国中系统出身，但你叫他门类就不对。那第二个哈，马来西亚是有拥有完整的教育制度了哈，那华人讲华语，基本上华人都会讲华语，好，所以去马来西亚玩吧。刚刚也播了那个观光的那个 video 了哈。那第三个方言众多，我刚播了那个黄明志的《我的朋友》哈 ，My friend， 拜托你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不要跟你的朋友、同学、阿公阿妈私下讲闽南语，以为他们听不懂。哎呀，我告白了。
这个他们听得懂的，他们都听得懂，包括客家话、广东话、哦、福建话，就是你会的那些方言，除非你是我们骄傲的原住民，除非你是，否则你就不要用你的方言去马来西亚，因为这很尴尬，哦，非常尴尬，就无告白，就这样，他会生气。可是不是有一些原住民不可以在东南亚通？通也是单，某一些单词啊。对啊，广东话跟客家话也通啊，但实际上听不听得懂不见得。我们广东话叫鞋子叫海，客家话也叫鞋子叫海啊、嗯、可是我们无法直接沟通、哦、那最好吃的榴莲在马来西亚，我敢大声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榴莲在马来西亚。那后来我从马来西亚吃完榴莲之后，我义无反顾在马来西亚吃榴莲，吃到喉咙痛，我无所谓，就是太热太燥热了。所以给大家一个知识，就是说你坐月子可以吃榴莲。好、哦，那因为马来西亚太过燥。那个榴莲太过燥热，就是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是那个同学的父亲是太好客了，他就是开了非常，他买了五六个，然后就在家里在那边破，用那个八的刀在那边弄那个榴莲，然后全部打开，全部打开，全部打开，说吃吃吃吃吃，然后就一颗一颗吃，一颗一颗吃，然后他们挑那个榴莲呢，他们有方法的，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我同学他父亲，他买的那颗榴莲，他的那个外面那个榴莲刺其实有被松鼠啃过。他说他一看就说，这颗超级甜，果不其然一打开苍蝇就飞过来，不夸张，一打开苍蝇就飞过来。然后就是我吃到喉咙痛，然后他们还去买了那个山竹果后来给我解热，果后很凉哈、哦，所以我一吃完之后解热，然后就非常开心，继续大吃榴莲。包山王，那个它的籽比较小一点的，可是好好吃哦。我一回到台湾之后，我再也不吃金枕头，金枕头不是榴莲，好夸张哈。好来，所以马来西亚礼貌运动介绍一个位哈，那我大概跟同学描述了一些马来西亚华教制度的一个轮廓哈，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有一点清楚的一个名目哈，然后做一个有礼貌的台湾人，谢谢大家。